霸总顾夜晨听信了恶毒女配钟情的栽赃，准备让女主角魏诗琪给钟情换肾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顾总，少夫人她大出血，孩子跟大人都没能保住。女主角早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。她怀孕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少夫人不让我们说。她怎么能死呢？说话呀！她怎么能死呢？心如死灰的顾夜晨来到他和魏诗琪定情的地方，准备追随那个他深爱的女人而去。然而，原本应该死去的女人竟完好地出现在他面前，而且身边竟还站着他最好的兄弟。顾夜晨暗暗发誓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一定会夺回那个女人的心。这样够狗血了吧。喂，雷同老师，追妻火葬场反响火爆，订阅量涨了10000，再接再厉更10章，咱们就能上总榜了。不行了不行了，我都通宵5天了，再更下去我人要没了。哎，年轻人，熬几天也没事儿啊。我好像有事。一没父母，二没朋友，三没对象，还有什么事儿？那再更5章也行。雷童老师，雷童老师。在做梦吧？不对，不是做梦，这是黑无常来索命了。不行，我稿子还没写完呢。走吧，时间快到了。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抓到就要去见上帝了。你也是刚死的人，你知道怎么出去吗？神经病。哎，大家都是死人，互帮互助嘛。我警告你啊，再跟着我就要报警了。报警？喂，你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阴间也是不容易，这么小就出来打工。任务者可能穿越过来的时候撞坏了脑子，麻烦死了。任务？我都死了还要打工啊？你们阴间一点也不讲人性，还让我穿越？穿什么？穿越？我没死啊。你没死，这里是小说世界，我是小说管理局的工作人员。你因角色怨气被拉入书中，需要完成指定任务才能回到现实世界。我懂我懂，最近很流行这个。那我是要首次渣男还是女陪你写？都不是。这本书你很熟悉，就是你自己写的土味霸总玛丽苏小说，男主角顾夜晨，花荣市第一富豪，你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那我是第一章就出场，一句话就下线的炮灰未婚妻出妓。没错，顾夜晨在订婚宴上被神秘人下药，药物发作他无法自控，恰好被打工的女主角魏诗琪遇见，善良的女主不忍心男主受苦，于是……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后面的事情我知道，不能再说了，那已经是付费情节了。所以你拉我进来究竟要干嘛？出妓订婚当夜惨遭抛弃，从此对异性过敏，含恨而终。管理局决定由你这个罪魁祸首来完成炮灰夙愿，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谈恋爱。等等。我在这里有吃有喝，有爹有妈，不谈恋爱，不就可以一直留在这儿了吗？完成哪门子任务啊？嘿，
小艾，我在。这酒店怎么能允许人乱跑呢？老黑。好的，顾总。小艾，我在。这位应该是我的粉丝，给他一张签名照，让他赶紧走。我马上要订婚了，不能跟别的女人有接触。顾总，这是你未婚妻初季。哎，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帅哥，我却不能有任何世俗的欲望。订婚宴在那边，你跑哪儿去啊？我要逃婚。逃婚？放开我！这不就是古早玛丽苏里面的见面必摔倒，摔倒必接吻？不要，我是绝对不会谈恋爱的。去叫医生，我不准我的女人出事。完了，我得赶紧去买。小季，你醒了，你觉得身体怎么样啊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这是我家妈。傻孩子，妈都不认识了。没事啊，等你身体恢复好了，咱把这婚重定。不行，我不结婚，必须先解决顾夜辰，后面还有三个麻烦呢。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谈恋爱，但男主注定是女主的，我是作者也没办法。没办法，你也得想出办法来。你怎么还变女孩了？这里可是小说世界，我们作为工作人员，身份本来就是百变的。可以回到现实世界，任务时间3个月。退婚的话，顾夜辰就算解决了吧。您这么贸然过来，万一楚小姐不想见到您怎么办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想嫁给我的女人？是啊，她宁愿撞。但又腹黑，跟咱不合适。这样啊，我阴暗腹黑，怎么会呢？顾总，那我就把这婚退了。不用，他有自己的 CP， 这婚他会自己来退的。什么 CP 呀？就是真爱。顾夜辰他出轨了？什么？顾总，您出轨了？就是他的缘分，你就当我和顾夜辰有缘无分。我倒是觉得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。叔叔阿姨好。你好。顾夜辰。他就是顾夜辰。欺负我女儿，真瞎了眼了！听着我，放开我！爸爸，还当真？你们先别动手，先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别非给你讨个空档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没事的，你们放心啊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别拦我！啊，对对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我先放你们出去。知道了。我等着。妈，放心吧。谁欺负我女儿？
还要躲？停住，雷同，不谈恋爱你就赢了。我。你怎么还有时间来我这儿？为什么没时间啊？你在酒店没遇到什么女人？遇到了。我就说嘛，那个女生就是你的真爱。啊，没事，你直接退婚就可以。你的意思是？敢不敢打个赌啊？打什么赌？赌三个月，你一定爱上我。